无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刚才不说了吗？诸佛都在，十六方的佛都在赞叹这个经啊！这也就是佛在赞叹这个一切诸佛呀，是吧？彼诸佛等啊，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是吧？那个。十方的佛都在劝呐、啊，大家要信这个经啊啊！同时也在称赞呢、啊，称赞释迦牟尼的不可思议功德啊啊！而作誓言呢、啊，他这些十方的佛是这么说的，说什么呢？说释迦牟尼佛甚为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啊！释迦牟尼佛呀，能够做到非常难得、非常稀有的事情啊！了不起的事情啊，啊，这个能在这个娑婆国土啊，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这个五浊是什么呢？就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在这样一个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他在这个世界上自见成佛呀，为诸众生，为这个世界的众生，说是一切世界难信之。说这个一切世间都难信的嘛，大家在赞叹释迦牟尼佛呀。那么大家为什么做这个赞叹呢？所以藕益大师就把这个讲清楚了，所以我就把藕益大师啊他的这个要解中的话呀来供养大家。藕益大师这个要解是九天中写出来的，完全是三昧境界，完全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的文句。所以印光大师，近代的大德印光大师，咱们后人现在的人推崇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印光大师称赞所有的注解之中，因偶一大师这本注解是最好，而且这一本注解释迦牟尼佛自己来写也不能超过，所以这个话也只有印光大师才敢说。所以他说这个话，我们对于他称为咱们中国现代三大高僧深信不疑，那确实是可以替老续老并列。印老过去我总觉得印老弱一点，这是我的妄见，现在觉得不是可以并列。这个藕益大师这些话就说得好啊，就诸佛功德智慧随皆平等，佛佛平等，佛佛道同了、啊。但施化则有难，他的所施行的教化就有难有易。实际上佛法没有不好的，佛没有不同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结合到具体情况就可以比较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一本要点药方的书，你这个药方没有一个不是好的，都是能治病的，收集起来都经验的总结。你不能说这个人就某一个药方好很这个，那你除非你有这个科学试验的果实，你随便说是都是好的，都是经验的总结。但是结合到具体的病人来说，那我就可以说你是用这个药方才最对啊，别的那些药方对于你不对等，是不是？是吧？啊，你人参是好的，你这正感冒发高烧，你吃人参，吃了就会死的，是不是？是啊，这是一样的事情吧？你哪能说哪个药人参好，就是什么病都吃人参最好好大夫再说，是不是？那个砒霜能治病吗？它一结合到具体的病，就有比较。所以一结合到这个是咱们这个世界，结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那就可以说这个就称赞净土法门就正当。施化有难有易啊，这个所以称赞释迦牟尼佛啊，咱们这个要是给这个为什么称赞释迦牟尼佛，给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说这样的话，那么给浊世众生说一般的法容易啊，是不是啊？啊，说些剑法
害的呢，就一定是这就不容易，就啊，也就是很难了，但是还是比较容易。你要给众生说顿法，你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成佛。那大圣起经论就是要讲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呀，那还是个剑法呀，是吧？啊，但是大圣起经论信的就不容易了，但是还是比较容易啊。你这个五逆十恶临终十念，你就是这个就往生极乐世界，生了极乐世界你就等着成佛，这是顿法。那禅宗当下开悟就成佛，这是顿法，这个就不好说啊，就难了，大家进不及啊。你说你要修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才成佛，他说这个对，我得慢慢修去，是吧？他能接受。你说当下成佛，他就不能接受了。你给这个咱们这个着实的众生啊，说其余的这个顿法，说禅宗啊，说密宗，说其他还有别的法了，说是天台啊什么什么，这个还容易啊。那个说净土法门呐、啊，啊，这个就这个这种横超的法呀、啊，就不容易说就难了。啊，你给这个大家这个咱们这个众生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净土法门的法，这个净土法门念佛有四种念佛，要持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那说前三种呢，大家记起来还比较容易啊。可是你要给他说这个单是持名，不需要你怎么样闭关，不需要你多少多少的修正，单持名号，你只要叫你念。你就进灯不退，你直接就达到不退转，变成阿毗跋致了。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这不退转，你直到成佛，奇特圣妙，出奇特殊殊胜微妙，奇特圣妙，超出思议，不是众生的思想、众生的言论所能及的、所能够达到的。超出去是第一方便，这方便法中是第一个方便，更为难中之难，这是难中之难呐、啊！所以十方佛称赞了、啊，称赞释迦牟尼啊，甚难稀有啊，能做这样的事情啊！给这个在娑婆世界，这个五浊恶世，给这样的众生说这样的殊胜的法，说这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就是难中之难，所以十方诸佛无不推我持家，没有一位佛不推崇我释迦牟尼，是勇猛啊，能做这样的殊胜的事情啊。第一题解释这个五浊模式：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劫浊是个总的名词，就是这些个浊法都聚会了。啊，又见也浊了，烦恼也浊了，众生也浊了，命浊，命也浊了，这个五岁浊，这些浊都汇聚了。那么这样一个时代就叫做劫浊，啊，劫浊是这样一个名称，就是浊法聚会之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在这种这个劫法聚会的时候啊，你一定被这个时代所逼，啊，限制住。为苦所逼，有种种的苦来逼迫你，你要受到时代环境的限制，你要受为种种的苦所逼迫，那这个接触，那谁都有这种感觉吧，是不是？所以谁都有，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一人一辈子不如意的事情常常是八件九件的，可以人言无二三，能跟人说一说的没有两三样，苦在自己心里头，劫浊谁都不例外啊。所以在这种时候，要不是待业往生这种横出的这种行，这种修行必不能动，就肯定了。结合这个时代，所以这个药方就出来了。佛法都是好的，没有不好的啊。你要跑到药师琉璃国世界，你要跑到什么什么别的佛土，那不一定的呢，就一定的啊。但是说在咱们那就决定肯定，那就这个法是最殊胜的，必不能度。你看这个很肯定，不是这个法绝不能度。而且这个说了个大业横出，所以现在就是说是很苦啊。现在就有人在国外在那反对这个大业往生。写了很多著作啊，待业往生啊，他反对啊，
是一个学密教的人，也是我师父的，我们也可以说师兄弟，但是他背叛了我的师父，所以密宗最要尊师，你背叛师父就没有可说的了啊。这么一个人呢，他忽然间写了一些文章啊，要是还他有他的杂志啊，他大反对这个待业往生啊。有一些人给他这个做了一些文章辩论之后，这个说的是这个待业往生是指的是待善业，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待罪业。你这个罪业消不了，这个佛大慈大悲，罪业不消你能往生，这才是佛的大愿。那么他这个最根本，这是净土宗的根本。那但是有人他就在反对啊，就反对。所以我们现在你说这就是结着的特点。见着是什么呢？见着就是这个见货的前五种，就是边见身，从一个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样称为五力识，因为它非常之迅速，非常之灵敏。他到处，他比谁都动得都快，你这个剑呢、你就是你这个说俗话吧，说当然不很恰当，就是你的剑，你的这个剑，你的这个观点，你的看法，你就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是怎么看问题的？这个属于剑，每个人有他每人的剑啊。但是这个剑呢，这个五力识就是剑货的前五样。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身见，就把这样一个五蕴假合的这么血肉之躯当作是自己了，就爱护这个身体，种种想营养它、保护它啊。女同志的身见还多一点，她又觉得这个很美，她很留恋它，装饰它啊。有很多修炼的人啊，又练气功，练这个练那个啊，想通周天啊，大周天呐、这个文都脉转呐、说这个脉通了，那个脉通了，而且奇异功能使这个身体起些变化啊，这些都属于身见。这是见货里头的第一个货乱，货就是迷惑，浊是浑浊，都是贬义词。边见呢，就是落在边。落在边上，所以一个事情一分为二，就是两边就出来了。所以一个球就没有边，一刀一切就有两边了，就出了边了啊。所以就是这个一个就是空啊有啊，有的人是空见的，有的人是有见的，是不是啊？这个有的人就把这个一切执为实有啊，这都是真实的啊，一切都看着是真实的啊。这个人民币也是真实的啊，我这个电器冰箱也是真实的啊，明天还要买个彩色电视啊，他就把这个看成真实的，临死的时候就是留恋的舍不得，是吧？这看着有的就是空啊，这外道就看空，这本来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变成断面，也是边界呢。有的就是直断直长啊，这也是两个边呢，断长两界呢啊。这个断见呢，许多科学家说人死如灯灭啊，什么都没有了啊。现在国外啊，大量的试验呢、证明了这个前生啊啊，一篇文章叫做是 Memory Out of Time 啊，里头做了大量的这个报道，证明了这个他这个人记得他前生的事情，所以他这个记忆超乎时间了，是 Out of Time 啊，他还记得啊，做了这里举了很多例子。但是这个他说是断当然不对，有的人就是长，很多这个宗教徒说长，你看耶稣教人死了之后当然等着耶稣来审判这个有罪的人嘛入地永远入地狱了，也这个有善人呢升天永远升天，这是常见，老是如此，也是错误，这是做边界呢，就落断落长了，你不落断就落长了，种种的所谓边界，有的都属于这个见着里头了啊，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啊，是啊非啊啊，那种种的这些就落边了啊，不多举了。
它这个建筑呢就是这样一个性质。那么在这个建筑中如何呢？这个某一大师说，在这个建筑中啊，决定你被这个邪智所缠的，就被这种邪的智慧把你缠住。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气功很什么人，他们有人都想来就来了跟我或者找朋友来跟我谈的。我说这样的一位你也不要给我接见啊。我说现在他们连外道也不是啊，都是孔子的这个老子庄子的道理。这一些人只能称为什么？只能称为养生家气功师啊。所以就被邪智所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哎，我这个身剑啊、边剑这些剑怎么办呢？你如果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渡啊。他已经被邪智所缠，他没有什么智慧啊，你没有一种特殊方便的这种办法叫他修行，他不能得渡，还要叫他很艰苦很什么什么，他就渡他就没有这个心了，他就做不到了。这是剑浊。这烦恼浊呢？烦恼浊嘛，就是后头剑浊中的后五样，就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是三毒，我们都知道，我不用再说了啊。熄灭贪嗔痴啊，勤修戒定慧啊，啊，这个三无漏学啊，对治咱们的三毒啊，这大家都知道了，不。慢呢，就是我慢呢、啊，这个我慢就是仅次于贪嗔痴啊。这是人人自个儿想一想，总觉得自己不错，总觉得自己对别人不对，啊，两个人要有点意见，一定是错在对方。那你自己你自个儿的修行总好像比别人强一点，是吧？啊，那么还有大我慢，未得未悟未悟未正未正啊，这种人慢一种怀疑啊，啊，对什么事都不能信呢、啊。啊，总得有点怀疑啊，对于正法怀疑那是最不得了啊。所以一根未断即是罪根，一的那根没有断就是犯罪的那根没有断。所以贪嗔痴慢疑嘛，就称为顿时，就是我们的烦恼浊。烦恼浊嘛，就是烦动恼乱，烦呐、啊、烦躁啊，动乱动，所以这个就是喜欢日子都不安静不下来啊，恼苦恼啊，乱了、啊、心都很乱啊。所以大家这个就种种的这个心情啊，实际说起来就在这四个字里头，烦动恼乱，烦躁啊，很这个心里都不安，脑袋都动啊，这个很苦恼啊，心中烦乱，所以叫做浊。不然怎么叫做浊呢？就不能称为顿时，因为他很赤重，他的很他那个就那么样，好像他有惯性一样，他贪呢就是老叫你贪，真的是老真转不过来。那么在这个烦恼浊中是如何呢？某一大师说啊，处这个烦恼浊中啊，决定为贪欲所限。你在这个烦恼浊中一定被这个贪欲把这个像陷阱一样把你陷进去，各种的贪呐、啊，贪吃啊，贪色呀、啊，贪享受啊，贪舒服 啊贪名啊，啊，什么他这个他贪人家恭敬，种种的贪呐、啊，贪欲所限呐、啊，为恶业所遮呀、啊，蝎子遮了，黄蜂遮了啊，是吧？就像这个恶业遮了你一样，你决定就是这样一个啊遭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众生，不是把即凡心是佛心之心，所以念佛是个什么心呢？就即凡心是佛心这几句话，我们要好好的珍重，把你的凡心，就你这个凡心，就成为佛的心。这样的行妙行，不是这样的妙行，必不能动。这个对的就很肯定。要不是把你的凡心，就你这个凡心。当下成为佛的心，没有这样的妙行，你决定不能得动。所以这也就是这个十方佛称赞释迦牟尼佛的道理，用释迦牟尼佛跟我说这样的妙法。怎么说即凡心是佛心呢、啊？你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呀、啊！你这个念这一句名号。
阿弥陀佛这能成为佛，成出现这个名号，是万德的一个果实，是万德之所庄严的，是万德成了这个名号，所以这个名号之中就包裹了这个万德。所以你念这个名号的时候，你念这个名号都在你的心里头，这个名号也就把阿弥陀佛的万德庄严了你自己的心。所以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大家注意，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把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涉及成为自己的功德，及你的凡心成佛心，这就是密宗的道理啊！大家都要学密宗，密宗它就是把凡夫的三业，身口意都是造业的三业，这个顿然同于佛的三密。念佛就是这个法，使你的口业同佛的意密，你的世心是佛，世心做佛，就是也就是庄严你的意密，也就是你的意，你的意业同于佛的意密啊，这就是密宗的道理，即这个凡心成为佛心，要不是这样的妙心，不能懂。众生浊，什么是众生浊呢？因为它又是见浊又是烦恼浊，这样所感受五阴假合这么一个身，所以色跟心都体炼，这个身色就这么个样，是不是啊？是这个我这个就这把这个皮一剥开，这个里头人就是一个行动的厕所，这个身体很烈啊，这个心呢、啊，也就是刚才说啊，这个见浊烦恼浊，这个心也很烈啊，所以这个叫做众生浊，这就是五蕴假合，假名为众生啊。在众生浊呢，你决定是安于臭味而不能动觉啊，因为你是浊了嘛，你就安于这种臭味的环境之中，你不会感觉到。不，昨天我还晚上批评我两个女儿，我说我老是这么举例。我说大家就是粪坑里头的蛆啊，现在是臭，这个新式卫生设备不觉得不感觉了，咱们从农村来的，咱们到农村劳动过人都知道，这个粪坑里头的蛆，我的蛆啊，它就在这儿啊，茫茫乱乱的，跟哪这一块粪好啊，这块粪不好，我丢到这块粪去奔那一块粪啊，那个区不如我呀，我比他强啊，就不想我出粪坑。这个偶遇大师说了，他是为大家烦恼多重，你这个决定安于臭味，你不能说的，不认识这些粪坑，就在这争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大富翁的这个营养充足的粪，这个是个病号的粪，你说我要不从这个粪换那个粪。这个甘于劣弱而不能分，自己说自我总是不行，我总不能，就有很多人就说我还能往生啊，我念佛就求一个好死啊，啊，这是我自个儿妹妹，她修了一辈子的佛了，她的话她就求一个好死啊，还有我弟弟跟我说，我念佛就希望有一个亡者，我一个亡者死了，我想啊，他就不是想我这个当时我们的自己也都能啊。和这佛性跟这个阿弥陀佛或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平等的啊，我们这个念佛就是把佛的功德设成为自己的功德，我们决定可以往生，我们决定可以如阿弥陀佛一样广度无量无边众生，他不能担负起啊，所以很多人都是很关心佛教，说你关心佛教，你第一件事你把你自己这个灯点着，你不要去管别人啊，这个庙怎么样，和尚怎么样，那个那个什么什么啊，你先管理自己，你这个灯先放光，哈哈哈哈，他不能放飞，他就想管别人，哈哈哈哈，就总觉得这不是，所以这就是这个众生浊的现象。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心愿之心，因为众生他这个匹诺他不没有这个雄心壮志，没有这个广大的愿力，他有安于这个臭味，那就告诉他心愿呢，就告诉你这个是苦空无常啊，你要超脱，你要是厌离啊，极乐世界就可以心愿了、啊、而这个心愿之中也就包括了这个四弘誓愿呢、啊、包括了这个祖籍灭道四谛啊，今年时间不够不多讲了，要没有这种心愿之心，而且这很切合实际啊，一般人都感觉到，就是年岁大了看看无常就到了。今年发挥我很多照片，连学生时代的
这个翻开一看，就是滚唐诗说仿旧扮为鬼，仿老的朋友啊，一般的我一看这照片，一半都是鬼啊。也就是夏老师是看他轮到我，再轮这个轮到我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这心念呢，啊，给大家这众生说，也能懂得这个道理嘛，啊，要求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再有就是命浊了。因为你阴很烈，所以果也很烈，所以你感受的这个寿命就不满百岁，所以这个有到一百岁的人很少啊，稀有啊，所以叫做命浊。所以我们最苦的就是这件事情，也发现了，也懂得了什么什么了，但是寿命没有啊，这个很多很多啊，都是错误啊，不觉悟啊，也明白了，这个理解力也强了啊，这个种种也有了决心了，可是。是身体不顶劲了，老了啊，所以释迦牟尼就说老了之后修行就是如那个吃过了水的甘蔗了，所以希望年轻的趁及早努力，莫待老年放学道。因为孔子这个涅槃经讲了，老年人修行如果挤出了水的甘蔗，那灶堂场上把那甘蔗挤出了水了，是那甘蔗渣，你吃那甘蔗渣去了，命浊就是如此。在命浊之中嘛，老一大师说啊，决定为无常所吞，很快啊，这个石火电光像那个打火石是打个火上闪电闪个光啊啊，措手不及啊。谢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只有不花多少时间。啊，修密的人有时候要12年闭一次关，一个关接一个关，那就不容易啊，一般人做不到。现在不让你费时节啊，像这个明真长老，他一天修十念的，修十念法可以往生啊。你早上起来冲着西方念吃口气，当然是像退休的没有别的事情的人，你就这么念，那表示你还是不想念。那他是修禅的人呢，他这个禅境双修，那么他的十念法也可以往生。啊，所以这个不是要一定要你功课很多啊，所以能否往生决定于你信愿的有无啊，啊，你品位的决定于你念佛的这个水平啊，所以他这个不需要使多少时节多少勤苦啊，那只有这样的不需要花时多少时间，不需要你勤苦去修的这样一个法，你才能多得度啊，因为这命薄，生命很短呐、啊，而、啊、就到了现在事情很多，尤其是我们在家居士啊。我们社会上的事，家庭的事，我们不能不管的，也是我们的菩萨道的菩萨行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就是这样。所以，但是我们这个净土宗的好处，就不费世法而正佛法，世间法所应该做的事，一样也不要废除，还能正佛法。这句话最妙了，不费世法而正佛法，不离佛法而行世法。你没有离开佛法行世法，你在炒菜。你何尝不可以念佛？你那带孙子啊，你开孙子睡觉，你要念佛的时候，你对你孙子有很大的加持，啊，那你就一举两得，是不是？所以没有这个就不能得度。第二，你最重要的一句，福特，只此信愿，庄严一生阿弥陀佛。你有信有愿，你以这个信愿的心来庄严你的一句阿弥陀佛。所以念佛必定是信愿持名，光持名而无信愿不能往生，这是要解，现在来不及多说了。那么用信念来庄严你这一生阿弥陀佛怎么样呢？不是五浊恶世吗？就转了，转劫浊为清净财富。这不是劫浊吗？整个这个时代这一切环境啊，劫浊啊，现在还可能有这个核战争啊，种种啊，就到处闹灾啊啊，这种灾情很普遍的、啊，而且恐怖主义分子到处给你搞爆炸，啊，但是你这一生就把这样一个都变成了清净海会，当然你这个往生之后，这个很好体会，这就是清净海会了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是清净海会，还不知道你这一生正念的时候，你已经当下对于你来说就是清净海会了，啊，转见着。见浊是糊浊，你就变成智慧的相法，无量光是照应是智慧嘛，
已经就是把你的见浊，就见浊就完全变成无量光了，转烦恼浊就成了常寂光了。啊，这个，就你刚才不说你无住生心吗？你念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想啊，就是急呀、啊，啊，你这一念佛号清清楚楚就是照啊，这不就当下就常寂光吗？急而常照，照而恒急啊，啊。转正众生浊为莲花化身，现在众生浊这样一个污垢之体成了莲花化身了。转命浊为无量寿，本来不过百岁，你这一句佛号这么庄严之后啊，你把这个命浊变成无量寿，就是无量寿浊啊。故一声阿弥陀佛，念一声阿弥陀佛，可今天我要供养大众，大家的来报大家的给我加持之恩呢、啊。其实这一段话很重要啊，那这句话来报大家的恩的啊。这个一声阿弥陀佛，即是释迦牟尼佛本质于五浊恶世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宝。阿弥陀佛，这个讲了讲这念的一句阿弥陀佛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本来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证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今以此果觉，现在把佛所得的这个果实的觉悟全体授予独我众，把这个果实全体的一点没有留的，一点没有保存的，给独我众。